最后一个晚自习。不要了，小芬，你寝室收拾归一没有啊？明天哪个来接你？还没有收拾啊，明天我妈来接我。啊，对了，那同学我给你哈，我把第一篇拿给你了。哦，你们高考完这边干什么？我写健身房历史。我要去参观我未来的大学清华大学。来照张相，最后一天晚自习了，我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。呀，都开始收拾了，明天还有一天的嘛。早都愁眉苦脸的哦，再过两天你们就真正的解放了，我再也不会嫌弃郑老师猫骚了。好了，后面的同学把灯关一下，我们来活跃一下气氛，玩个游戏。我们现在回到三年前，再来做一次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郑一芬，是我们十一班的班主任。希望未来的日子，我们能共同进步，共同成长。我叫纪立伟啊。高中这三年，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，希望大家能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叫小花，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，说话比较直，希望大家包容我。大家好，我叫郑小芬，我希望我们毕业之后，大家还是能永远的在一起玩。大家，怎能忘记旧日朋友，心中永不回想。旧日朋友怎能相忘，友谊地久天长。